联盟大事，场外风云，白话美职篮，一起聊个球。我是老白。勇士与骑士这个赛程安排相当的有意思，两队在短时间内连续碰面。上一场比赛在骑士主场，勇士就输得没有任何脾气，现在回到了勇士主场，都以为勇士会反弹的时候，结果还是输球。不得不说，骑士阵容真的是天克勇士，一周之内双杀，连比分看着都很像，上一场115-104，今天118-110。骑士的高度长度夹击动性让勇士无比难受，上一次交手骑士禁区得分是勇士一倍多，今天50-34依然大胜，而勇士疯狂失误20次被骑士抓了32分，而20次失误是勇士本赛季新高。顺化合计运动战40中14，骑士6人上双5人失误加，由于计犯、摩擦、驱逐、计时器各种各样的插曲，这场没有加时的比赛硬是打了3个小时，简直是折磨。而相较于追梦暗中密切尔吃两替被驱逐，克莱这一战对球队的伤害更大。克莱本场16投进5中，14分3失误，勒维尔22分4短1帽，正负值加23，对位攻方基本直接把克莱生吞活剥了。克莱贡献了被勒维尔封盖、抢断、一打一提款的诸多镜头，面框单打运球20秒，投篮被帽。克莱也许忘记了以前是怎么成功的，以前的无球跑位、空切、无解3分、背身投篮，现在就知道在那傻站着，拿到球运几下投篮，不服老不行。33周岁、277天的克莱本场确实被勒维尔碾压了。攻防两端的灾难表现毫无疑问是球队的黑洞，就连勇士媒体都受不了了，晒克莱给中国打电话视频，不行你去 CBA 吧。骑士的思路很清晰，防守端利用双塔的优势围剿库里，挡拆夹击，库里手热时接球就提前夹击，追梦、维金斯、库明加甚至克莱都可以被放空，其他人随便折腾，只重点防库里一个人就好。库有引力为其他人创造了空位得分机会，但其实也相信其他人杀不死自己。嘴的身体状态比以往更好，但显然还在找投篮准心。12次出手13分，克莱16次出手14分，追梦4中3的8分，他和卢尼即使空位100%命中率也还是会被优先放空。勇士的现状是两个副攻维金斯和克莱状态不理想，内线高度劣势又依赖赤饼缺乏自主进攻能力，打人不疼，场面上全指望库里狂飙30分，一己之力苦撑，艰难的夹缝求生。骑士却轻松，双塔手递手联动后卫群挡拆打卢尼，一对一点名水花提款，替补追着萨里奇打，双塔最后把卢尼和维金斯、克莱、库里、保罗四消之打的一点脾气也没有。内线劣势，追梦还不理智自爆，防守坍塌，库里一个人的火力显然不足以填补方方面面的窟窿，无可奈何，这就是综合差距。骑士防守端重点限制库里，对库里和其他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防守策略。库里持球与追梦、卢尼搭档拆时，骑士坚决夹击库里，诺布里放空追梦协防扫荡，维金斯和克莱持球与卢尼追梦挡拆时，骑士让阿伦蹲坑，外线及掩护追持球人，骑士用夹击逼库里出球，鼓励维金斯、卢尼、追梦处理球，不让库里打，其他人随便玩，我们防守端有机动双塔扫荡。骑士的防守策略迫使追梦先一大空位接球3分，在同样的方式接球后假投阵突上空篮连拿5分，并且追梦这两次得分都是维金斯持球突分送出的助攻，包括此后库里的接球3分还是维金斯送出的助攻，最高3助攻创造了勇士本场前8分。维金斯持球策动，追梦终结，骑士显然愿意接受这样的局面。骑士挡拆专找卢尼，阿伦高位手递手策应，斯特鲁斯接球强突库里，米切尔急停跳投，加兰突破齐框，都是打卢尼防挡拆蹲坑，卢尼防水，谁去做掩护墙，萨里奇防水，谁就持球忙。骑士在阵地战思路上很明确，骑士还围绕3后卫的远射能力提速推转换，搭闪激战抢分，双塔进攻端吃空间，能打快攻就不落阵地。勇士不敢让卢尼换防，骑士双塔在禁区高度和篮板优势明显，一旦卢尼换防大防小，则勇士禁区威影。科尔老老实实让卢尼蹲坑，考验骑士3后卫的单打突投效率。勇士虽然内线劣势，并未坐以待毙，卢尼、追梦、维金斯、小佩顿疯狂冲抢前场篮板，勇士首节拼下6个进攻篮板，利用2次进攻得到12分。勇士二阵防守端采用联防应对骑士的禁区绞杀，进攻端萨里奇和库明加持球追着迪恩韦德造杀伤，保罗招牌小打大军血，阿伦连拿5分，有来有回，场面上算是顶住了。克莱攻防被勒维尔打爆，骑士4后卫火力全开，按住葫芦浮起瓢。勇士依赖库里半场17分苦苦支撑，勒维尔第二节独得10分2短1帽，
进攻端持球单打屡次生吃克莱，防守端单防克莱单打送上大帽，还两次抢断水花兄弟。78秒快攻闪击战，后卫群火力全开。70半场斯特鲁斯、亚兰、米切尔、勒维尔、阿伦五人上双，内线高度优势明显，四个后卫都能突能投，全队快攻奔袭火力充沛，一度最多领先勇士17分。勇士半场只有库里一人得分上双，克莱8中2仅得5分，嘴哥8中4的8分还在找投篮准星。其实又在挡拆中夹击库里，全靠库里持球单打强投和无球走位界掩护，在夹缝中抢超远3分出手。勇士众将也明白，克莱和维基斯两个副攻投篮手感并不理想，首发组四人当绿叶努力拼防守，做好细节和小事，众星捧月。库里接管全力开抡，即使追梦暗中米切尔吃两替被驱逐，一度中断了勇士的追分势头。库里第三节用真如化进了投射，表现独得13分。面对加兰铺防打成高难度三加一，三分手感不好就改用中投接管三分线外接球，三威胁假动作晃动三分，中投突破，库里全面的面框进攻手段带队追到5分分差。勇士一阵库里轮完，保罗带二阵补刀，两位老将的神勇发挥帮助球队在追梦被驱逐后抹平了17分分差。其实并未慌张，防守端夹击库里，宁愿放古明加大空位三分，进攻端追着克莱打，双高轻松制霸了勇士篮下。莫布里连续两次篮下打成二加一，鲁尼加四消指确实力不从心，夹击双塔就漏三分，很无奈。76人得分上双，勇士实则就库里一个人投射手感在线，进攻依仗他一人的火力撑场面，防守端全队高度都没办法匹配上阿伦和莫布里双塔，并且双塔都不是传统的笨重大中锋，阿伦和莫布里年轻有活力，机动性十分出色。在斯特鲁斯、加兰、米切尔、勒维尔手感火热的夜晚，勇士在本就阵容高度劣势的情况下确实太难打了。另外，本场赛后，勇士主帅科尔接受了记者采访，谈到追梦格林被驱逐，他说道：“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规则，但显然你可以追溯两个回合前的技术犯规，那我想追溯三年来好多回合呢，这太奇怪了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裁判回看了米切尔和追梦的冲突后，为追梦此前暗中米切尔追加了一个技术犯规，而追梦表示这不是自己第一次被追加犯规，他引用了2016年总决赛祭祀后自己被追加恶意犯规的事件。他还讲到，这是追梦法则 is the Draymond Rules。 而克莱谈到自己的表现，克莱说，今天可能是我本赛季打得最差的一场比赛，我不配折纸飞机了。克莱在以往的赛后采访中经常喜欢折纸飞机。根据媒体统计，本赛季至今勇士首发五人组进攻效率 112.9 排名联盟第14位，防守效率 132.1 排名联盟垫底，净效率-19.3 排名联盟垫底。虽然上个赛季勇士队在季后赛中的表现也不如人意，但是常规赛时攻防两端的效率都是联盟第一的水准，为何本赛季进攻效率仅联盟中游水准，防守效率却联盟垫底，净效率也是联盟垫底的水准呢？按理来说，这样的效率不太可能让勇士队的战绩保持在西部前四当中。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库里的表现。本赛季至今，库里场均可以贡献30分、4.8 篮板、4.2 助攻，命中率51%加47%加92%。最明显的就是场均得分是仅三个赛季新高，助攻是生涯新低，命中率是生涯新高。这意味着库里的组织更少了，进攻更高效了。但是对于一个35岁的老将来讲，勇士队还需要他的全力输出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。那么勇士队为何首发阵容效率变化那么明显？主要还是因为两个人，那就是维金斯加汤普森。而库里正在打出生涯最佳的篮下终结和外围投射表现，35周岁243天的库里还在肉眼可见的进步，这太可怕了。但对应的是维金斯还在找投射状态，克莱年龄大了，攻防两端下滑明显，追梦时不时不理智被情绪左右。与库里的状态相比，勇士整体显然没达到最佳状态，这也是最为可惜的。球队的状态与队内最好球星的状态不同步，一个年过35周岁的老同志对个人技艺的打磨无形中给所有人树立起了榜样，其他人真的要努力多给库里一些帮助了。